再一个就好，我告诉你不要做太多动作，这样完之后就是这样子。You don't need to do it again. 搜一个那个名字带动啊，团团啊团，在这个现场，我来公司里等啊。这样子啊，好啊，好、哦，风扇比较有感觉。对啊，弯好。要啥赛吧？你看盖伊大姐。刚开始就有一个概念，就是双边流，或者是李康生，的一个相遇，我觉得好像是我最大的兴趣，因为在2000年拍的那部电影《你那边几点》。他们两个，一个在台北，一个在巴黎，没有相遇，哦、然后我因为拍的那个电影就认识了宋佩刘，跟他有后来又见了几次面，每次见面都有点激动，就觉得，应该要拍他，觉得第一次拍他好像太简单了，好像把他当一个神一样供在那边而已。我就觉得很满足，可是慢慢跟他接触，就觉得说，看他那个脸，真正的那种沧桑的感觉，觉得，非常想拍他，有那个冲动，可是又觉得好像会来不及，有那种感觉。